10月9日早，央视版《西游记》编剧之一邹艺清去世，六小龄童发文悼念。国家京剧院著名剧作家、央视版电视剧《西游记》编剧邹艺清老师辞世。《西游记》的成功是三位编剧对原著的深刻解读和高屋建瓴的剧作能力体现。愿邹老师一路走好，感恩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